当了妈的女明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根本看不出生过娃。最近就有网友在微博上曝光了一张杨幂的照片，照片中的杨幂是面戴口罩，衣着休闲。初当妈妈的她显然还不知道自己这不经意的一瞬间竟然成了她产后的首次露面。虽然不施粉黛，也刚刚出了月子，但是杨妈妈的身材依旧是消瘦，从怀孕到生完宝宝都保持得这么好，今后复出也不用担心减肥问题了。